好，唔該。跟住係阿梁國雄議員。我聽到阿局長話開放，即係開放真係好笑啦！你開放我哋受苦啊嘛，即係話而家你成個立法會嘅議員都鬼曬咁嘈。嗱，其實嗰件事就非常之簡單嘅啫。嗱，如果你話因為就業嘅問題，即係話有人做有從業員。咁所以嗰個行業咧係唔能夠衰微嘅，唔能夠息微嘅。咁你都要規管佢噶嘛？我假設你啱啊，咁你連規管點規管又冇講，你嗰個規管好弱啊嘛。即係你根本就話冇辦法。如果境外打嚟冇辦法，咁嗱，如果境外打嚟嘅時候，佢點會令到我本地嘅人有嘢做咧？呢個真係匪夷所思嘅喎。嗱，你話執唔到法嘅嗰部分就唔使計啦，因為嗰啲你一定要執法添啦，你要諗個方法 block 咗佢啦，因為冇就業噶嘛，一定係啦。咁另外而家你講咧就係呢個就業嘅問題，咁就業嘅問題係有得解決噶嘛？你發明啲嘢出嚟做唔得啦，譬如而家我哋成日叫你搞社區保姆嗰啲嘢，你都完全都唔搞，你大把嘢做香港，如果你真係做嘅話。係咪呢個你哋話院舍唔夠，所以要做日間嘅護理服務咁樣，咪係咯？你唔做啫嘛？係啊，請唔到人添啊！你真係一獎人，真係博得啱啊！咁咪唔夠人咯，咁咪叫嗰啲人喺嗰度做咯。所以呢一行係害人啊嘛！個原因係咩咧？其實減低成本嘅啫嘛，即係不停咁樣咪食到三番。你試下，你叫做 call call， 叫個人喺街嗰度做 call call， 梗係難啦、啊。人工要高啲，個效率低啲啊嘛，你亂咁打。所以，我而家問你一個好簡單嘅問題：你作為一個局長，你覺得呢種咁嘅營銷方呢個種營商方法可唔可取？你可唔可以而家喺度積極講？你唔鼓勵啲嘢，你譴責啲嘢先。嗰間叫星展，星展咧亦都係呢一個咧。雷曼事件裏面賣嗰啲衍生產品嘅重災區，要俾翻佢知。你講嗰16% 同21% 咧，分分鐘就係嗰啲人嚟噶啦。哎呀，我送啲嘢俾你，我送本日記簿俾你啊。哎呀，你已經中咗獎啊，你嚟攞啦。咁個婆走去攞本日記簿，咪搞掂咗咯。係咪啊？即係你要明白，當我哋嗰啲銷售的行業 upgrade 的時候，即是說你做個 call call 是找一個人去面對面去賣講去賣那些東西的時候，是 upgrade 我們的人嘛，不是好像部機那樣薄膜，你不覺得這樣好一點嗎？為什麼讓那些商家來剝削那班年輕人？其實很簡單，就是人肉錄音機而已，你知不知道？即是林瑞麟，如果做這行一定不是哩巴啦哩巴啦，想過他都不行。呢個林瑞麟啊，林瑞麟花嚟咩咧？叫佢做下呢啲顧問都幾好，人肉錄音機。阿蘇金明，你而家我哋喺度講啊，唔使要你啊，你用把口講得啊。你話你認為商界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去傳銷係冇效率嘅，係對於提高我哋嘅生產嘅勞動力係冇幫助嘅，對於年青人唔係一份好工嚟嘅，所以政府係唔推薦呢樣嘢嘅。希望佢哋聽到嘅信息得噶啦，你開放啊！主席，今日我嚟剩翻20秒啫，阿梁國雄議員，咪就係快講啊，哥！主席，如果得20秒，我就咁想講啦。我哋想減低市民呢方面受到嘅滋擾，係啦，我好少有即係同意啊梁國雄議員講咧。其實 upgrade 係好嘅，即係如果我哋可以釋放多啲呢一啲嘅工作嘅勞動力，同埋咧能夠係向上游咧，能夠咧係俾佢有更好嘅就業機會咧，我係認同。大佬，連人家都望唔到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就係阿田北辰議員。